缓没缓过来呀？缓了一半吧。今天他上外县市去干活了，一天都是在外边。刚才回来的时候都不敢动弹了。来。现在是6:15。翻上微信进厨房做晚饭。今天下午我是快3点了回来的，在家睡了一个多小时，也睡足了，休息好了，晚上还得直播呢。先做饭。今天还有小妹他们那个群里通知，萌萌再有个几天考试了，咱姑娘啥时候考啊？三月也快了。你说这一晃多快哈！哎呀，又要放假了，真替他们开心。我不开心。啊？我不开心。为啥呀？多好呀，咱们也不用太起早了。我跟你说，在东北上学的孩子真挺遭罪的。俺们这冬天亮天晚，一大早上醒的时候，就感觉还是半夜呢，外面黢黑黢黑的。今天晚上炒一个菜花，然后缓了点儿，就是里脊肉，完了再炒一个火爆大头菜。大点火，我喜欢吃。完了，这个牛肉汤再热一下，就是赶紧的把你买这些菜都吃了，以后别这么买菜了啊。好嘞。太费劲了，赶紧吃赶紧买。你咋不说咱们一周没在家吃呢？咱们在家吃。你就上妈家蹭，你忘了？把这段抢了啊！嗯菜花炒肉，我喜欢吃啊。嗯，那都做它呀？不做它。不多吗？这个稍稍多加点盐啊。嗯，酱油呗。嗯，要味道进不去。嗯。冰箱里又发现一道菜，昨天买了块豆腐，还有皮蛋，做个皮蛋豆腐啊。嗯，行。这个好吃，凉菜。行了，就这些。OK。把菜花焯一下，这样炒的时候就好炒的。你是不是到点儿了接孩子了？刚好就是没接孩子，大鼻涕，这边三指。今天外面是最近以来我感觉最冷的一天，那大风可大了。啊，然后他在外面干了一天活。都是为了那睡衣一两。我觉得这种话你能认识我吗？能，这咋认不出来？今天我第一次穿这衣服啊。嗯。我戴口罩就在这站着啊，我在看跳出来了。没认出来你啊？没认出来，我不爱我。他说：“啊，我爸爸，你换衣服了，刚我刮破了我。第一道菜肉丝炒菜花，第二道火爆大头菜，牛肉汤，香辣肉丝，这是早晨给俏俏做的带饭的，然后剩了一些让我热上。最后一道菜皮蛋豆腐，今天又是四菜一汤。坐着吃个橘子，等一会儿吧。爷俩回来了。Hello， 干啥呀？那叔，完了，炸饺子，冷啊！可不冷咋的？干奶奶买手也不过来，干奶奶买手咋不过来？咋的呀？眼睛起雾了，啥也看不着，跟我说。我是面包人。你看你爸都忍不住了，饿了，快点吧。点评一下这菜炒咋样？非常好。我非常非常喜欢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是吗？嗯。今天晚上来瓶米酒助个兴啊，蓝莓味的。怎么感觉我也有点馋呢？来一口。完事儿了。早上。这种菜最受欢迎。见底儿了，嗯，是不是？我还没吃
到这儿了啊，赶紧马上挪来。你们都干好事啦？不会啊。那你看妹妹呢？一个月呢。啊，那你们是慢，你妹妹好几天就考试了，但是也不放假，你考完试还得上。我们离元旦之后，那不也快了吗？这都眼瞅月末了。最受欢迎的菜空了，这个牛肉汤里边的肉也都让我挑光了，最关键的是饭锅也空了，太成功了。